在遥远的一个国度里，住着一个国王和王后。魔镜呀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第一名白雪公主，第二名王后。白雪公主，你住着我的房子还敢比我漂亮？接下去开始你的独居生活吧。于是恶毒的王后就想了一个主意，把白雪公主变到了一个游戏闯关当中，而且呀，还设置了闯关的难度。请选择难度级别，请选择场景设置。小天使智慧园，根据您的难度选择为您设置以下环节：从未独自生活过的白雪公主，经过跋山涉水，必须找到她的新家小天使智慧园，开始她的独居生活。可是这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白雪公主必须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自己不饿着肚子，还要学着打工赚钱。白雪公主，完不成你的任务，你就别回王宫了，到时候我就是最漂亮的女王了。镜子镜子，把白雪公主送到陌生的小天使智慧园吧。完全是陌生的世界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恶毒的王后做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总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，总不能睡在大街上吧？可是现在天色都快暗了。哎，这边有一个门，应该是有人住在这里吧？我应该去敲敲门，看看有没有人。您好，请问有人吗？我是来借宿的。请问有人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么晚了都没有人呢？哎，看来我得找另一家了。啊，简直是累死人了，怎么没有一户人家是有人的呢？哎，前面还有一户门，让我瞧瞧看吧。有人吗？有人呢？咪嘛咪咪咪轰！啊，还是打不开门。哎，这是哪儿呀？小天使智慧园。嗯，一起进去看一下吧。请问有人吗？哎，难道又没有人吗？哦，门是开着的。小天使智慧园，哇哦，这里有舒适的沙发。哇哦，这里有钢琴。嗯，嘟嘟噜嘟 baby shark， 嘟嘟噜嘟噜嘟 baby shark， 妈咪 shark， 嘟嘟噜嘟噜嘟妈咪 shark， 嘟嘟。这里简直是太豪华了。放肆的生活要开始了。嗯，肚子饿了，我得先去找点吃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厨房，智慧冰箱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好饿呀，好想吃三明治。嗯，哎，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个盒子？嗯，
白雪公主，游戏闯关正式开始，生存挑战，亲手完成食物制作，成功闯关后才能回到王宫，祝你好运。第一关，用你的双手给自己做食物。这一定又是恶毒的王后。Bingo！ 不会做饭的白雪公主，不会拖地的白雪公主，不会洗碗的白雪公主，看你怎么办。恶毒的王后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难题，我又从来没有做过食物，神奇的冰箱倒是给了我很多素材，可是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看看盒子里有什么。哦，哎，这里还有两张做食物的指示卡片，相信跟着这些步骤，我一定可以做出食物来。接下来，让我跟着指示卡片做一个我最爱吃的三明治，还有牛排吧。接下来我要把我做好的面包放在烤面包机里，叮咚，我的面包烤好了。不知道小朋友们喜欢在你们的三明治里放一些什么呢？我喜欢西红柿、牛肉还有青菜。接下来我要在我的三明治里放上我喜欢吃的食物。我的西红柿做好了，我还要在我的三明治里放一些沙拉酱，太美味了！你们快看呐，现在我的三明治里有很多很多的食材了呢。我的三明治就制作好了，快看，是不是很美味呢？让我们再来做一些水果吧。我跟着神奇冰箱给我的食材做了好多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牛排、三明治，还有苹果、草莓，还有西瓜，是不是很棒呢？看来做食物也没有那么难嘛，所以我的第一关算过了吗？啊，什么？娇生惯养的白雪公主居然破解了我的第一关！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白雪公主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你的困难还在后面呢。